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1076页最后一行啊，最后一行看起课题，深叹啊，叹身心非凡，请看经文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一摩为起，何类出之？皆有前世深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这一段文不长，意思很深。我们读到这一段，细心想想看，过去现在学佛这些年了，有没有遇到过经上所说的这样的人物？我们的体会就会更深。有一个例子，夏莲居老居士，这是民国年间佛门的大德，虽然是在家居士，他所修集的功德绝对不亚于祖师大德。第一次见到无量寿经，生大欢喜心，那个快乐几天都没有终止，
日夜快乐啊！遇到什么样的好事？遇到了这一生保证成就的法门，怎么不欢喜？凡是这样的大善根福德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集住善根福德因缘，不是偶然的。夏天玉老居士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无量劫来修行的不错，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没有办法证得菩萨果位。他是什么样的心理，我们能体会到啊。这一生当中看到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生成就的佛法，怎么不欢喜？深深的庆贺自己这一生有份了，实际因缘成熟了。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，分享他的欢喜，我们能不能也欢乐起来，像他一样？这个欢喜三四天都消失不了，真欢喜。为什么我们的欢喜心生不起来，比不上他？我们的烦恼习气太深了，我常常勉励同修，尤其是老同修，佛常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得人生不容易啊，那一不小心这一世造的恶业太多，来生到三途了。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三途，再遇到人天？佛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你就想到多么可怕。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，也许有一个机会又到人间来一趟，从三途来的，带着三途的习气，一生很难成就。这个我们能想象到啊。如果不信，躲在无间地狱，那就真可怕了。要从无间地狱出来，佛陀跟我们说，无间地狱的寿命之长是八万大劫，
三途是五千劫，无间地狱是八万劫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细心观察，跟佛经来比照，来对照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六道轮回，我可能在哪一道。拿着经本子对照自己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能看到一点门道啊，是我们不愿意去的。我们希望永远超越轮回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你这一生的人生，闻佛法，听到佛说无量寿经，特别是这个会集文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这部经真的从头到尾把它念通了，搞明白了，深信不疑。此地讲的深信啊，不疑。佛说，你不是凡夫，你过去无量界的修学，到这一生呢，成熟了。成熟就有结果，结果在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一生在极乐世界成无上道啊！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欢喜啊，我们把经文念一遍，若有众生啊，假设我们看到个众生得闻佛声，他听到人念阿弥陀佛，慈心清净，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大慈悲心起来了，永有欢喜，欢喜的跳起来，手舞之，足蹈之，就像下莲居老居士看到无量寿经，真的是永有欢喜啊！慈心清净啊！啊，一毛为起，何泪出者？我们叫汗毛直竖啊，欢喜的，不是恐怖的，啊，或者是流眼泪，欢喜极了流眼泪。这个情形，借由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前世，在前世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
没离开三宝，啊，都是在学佛学道，善根深厚。现在听到这个法门呢，生大欢喜啊，知道这一生决定脱离六道轮回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菩萨，所以不是凡人。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解释，念老要非常认真为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，像上面一样很大的篇幅啊，得闻佛身这一句经文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五种原译本汉译的经文，吴译的，吴是三国那个时代，啊，江南是东吴，啊，吴译的本子里面是闻阿弥陀佛身，清楚，比汉译的清楚，啊，汉译的只是得闻佛身，吴译的阿弥陀佛说出来了，魏译的也是三国时代的魏学康僧铠，啊，他的本子上也是得闻彼佛名号，唐译的闻彼佛名，宋译的得闻无量寿佛名号，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。这是把这一句经文来处五种本子都讲到了，注意合参啊，这五种五句经文合起来看，故知佛身呢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闻闻名信受，这两个字是关键。听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，你相不相信？你能不能接受？一定要真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大八愿，在这部经第六品里面我们学习过，发大誓愿的，每一个念佛的同修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老少咸鱼，
听到这个名号就能相信，就能接受。啊，接受什么？向往。我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接受啊。接受了就真干了，怎么干法？我也如法炮制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。南无是恭敬的意思，啊，是客气的称呼。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就像父子母子的关系一样，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可以不必客气了。啊，佛教我们称名，名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啊，所以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功德都是平等的，一定要念，时时刻刻要念，不要忘记。慈心是发起大慈悲心，慈悲啊，这个慈心，慈跟悲常常合起来念。慈帮助众生得乐，悲是帮助众生离苦。六道太苦了，人天是福报，但是今天人天我们是在地球上，人天这一道里头有没有福报呢？有福报可以说有佛法是福报，有中国传统文化是福报，可是儒释道三教现在都缺乏传人，像古时候历代那些祖师大德，我们这个时代没见到。往后可能更难，我们这一代的过去了，夏莲居老居士大德，李炳南老居士大德，在家的出家的也有，印光大师、地仙老和尚啊，圆音法师，我们没见过面。啊，到我们想学佛的时候，这一些大德都往生了，都不在了。他们留下的著作，我们只能够依靠这个来做参考。啊，真正发心受持读诵为人言说，好，这几句话就是慈悲的表现。帮助众生明了佛法，
是帮助他离苦。用净宗无量寿经去引导他求生极乐世界，是给他得大乐。为什么？他对这法门深信不疑。跟一切善友们所修的同一个法门，将来都在极乐世界啊！所以这是发起大慈悲心，清净纯净无垢，垢是比喻，是烦恼，是习气啊，是妄想杂念。心要清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在哪里？就是起心动念不一样。那些大修行人，他们起心动念纯净，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么清净就是用真心，本性就是真心，而不用妄心，生活用真心，念阿弥陀佛真心啊，一天24小时能够保持这句佛号不间断，那就是纯心无垢。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任何念头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纯心无垢。起心动念，无论是善是恶，都叫垢。为什么？善念生三善道，恶念生三恶道。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，三恶道是地狱魔鬼畜生。你就晓得有垢就是有六道轮回的因呢，你怎么能出得去？纯净无垢就离六道轮回了，功夫再高一点，超越十法界。我们有份吗？有，但是你要知道，84000法门只有一门有份，这个门就是念佛法门，信愿持名，你就能够证得啊，一生成阿罗汉，成菩萨，成佛。无一不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。这句话重要，我们今天的人生又得到这个法，
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肯不肯信受。像下联句一样，像经上讲的一样，真正信受是什么样子呢？肯定是永耀欢喜。你真欢喜啊，手舞之足蹈之啊，跳起来了，生大欢喜心，得度了。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就想有这么一天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能往生西方净土，这一生当中得到了。什么时候得到了？先前得到的。先前你的人生闻佛法也依照这个修行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苦恼？是你没放下。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，法闻到了，接触到了，偶尔也念几句，有口无心，心里面还是有妄念，还是有杂念，还是有许许多多放不下，这是障碍啊！这统统放下啊！大乘经上放不下的时候，去念《金刚经》，念《心经》，《般若心经》，你就会放下了。为什么？那个经上叫我们看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我这个年龄看了90年了，90年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不要再看了，怎么办？彻底放下，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啊！佛寺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事，遇到有缘要做，本分的事情；没有缘别去找啊！你去找就错了。找的叫攀缘，不是找的叫随缘。随缘自在啊，攀缘是找烦恼啊。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啊，你自己找苦吃啊。这些这几部经里头都讲的很多，所以经要常念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每天晚上要反省，晚课的时候反省回向，希望今天有的过失明天不会再发生就好。过天天少，善天天多，标准舍善也道歉说出来了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，
贪嗔痴，这是我啊，这些念头不起来了，翻过来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是善业。起心动念跟这个相应，言语造作跟这实相也相应，好啊！这是佛的行持，我们学佛就学这个。啊，金刚般若叫我们看破，是学佛的知见。大慈大悲，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。啊，注解下面欢喜，内心喜乐，荣耀欢欣分起，行于身口。啊，欢喜的什么？跳起来。啊，唱起来了，大声叫起来了，声口啊，啊，唱歌跳舞，一毛未起，直遍体毛孔开张了，汗毛竖立。欢喜的基础会有这个情形，恐惧的基础也有这个情形，那这是大欢喜。一毛未起，直遍体毛孔开张，汗毛竖立，泪出莫中流泪，感动啊，太深了。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些这样的人，他们都是从佛道中来，不是凡人的。佛所得的无上菩提叫佛道，《法华经方便品》里就说，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，化无量众生，令于佛道啊，令入佛道。又因行叫做道，佛道是通达佛地的修行啊，修行的方法太多了，所以法门无量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通道佛道，都帮助你成佛的啊。但是方法有难有易，最容易的无过于信愿持名，所以信愿持名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。我们今天遇到的就是第一法门，
无比的稀有难逢。啊，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同学，你天哪，学习到了，成绩如何呢？没有看到你欢喜跳起来，手舞足蹈子，没看到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你的认识还不够透彻。真正认识透彻了，一点都不怀疑了，你肯定像夏老居士一样，手舞之足蹈之，无论两三天都不是不能停止。啊，永有欢喜啊。在我们一生修学当中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到永远欢喜？再观察别人，夏莲居老居士这一生学佛，肯定是自己达到永远欢喜，让别人看到，别人要一下惊醒的，好像做噩梦，一下惊醒的，肯定也是永远欢喜啊，能够带动啊。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。啊，乘坐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这是佛的赞叹。正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若当来世，后五百岁，其有众生，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。”是啊，则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何以故是一句问话，为什么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四种相，他离开了，他放下了。临风偶一大师《金刚经破空论》的有这么一句话：此即信修大果也。摄是假摄，假摄还计较有少许的人我等相，决定不能信此经。摄于此经，信解受持，决能了达我人等相，当体即是无相。这是智慧现前。非常稀有难得。
准事而论，本经乃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今天遇到了，遇到的是真经，没错。我们有没有信受呢？说老实话，没信，没有接受，没有奉行。信受奉行四个字没有，怎么说没有呢？我天天也念阿弥陀佛，没有看到你欢喜，手舞之，足蹈之，没看到。如果你真信，肯定跟夏老祖师一样啊，手舞足蹈，舞多久呢？舞了好几天。所以从夏老的这个表演，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更深的意思。我们不是真信啊。为什么不是真信？我们是道听途说，有这么回事情啊，未必是真的。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现实的社会，是不是这个样的？啊，夏老他们为什么那么欢喜？他不是现实社会，他是极乐世界的，见到了，把这个世界丢掉了，对现实的世界丢掉了，他进入极乐世界了。所以欢喜无比啊，手舞之，足蹈之啊。啊，所以经上说，当知是人不是凡人，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。这话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世间范围大了，指十方世界，无量无边。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。所以你能信，你是一切世界稀有之人。所有诸佛如来都很乐意帮你忙，接引你往生啊！这个人跟我有缘，我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决定看到这些有缘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排队欢迎啊，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来，这样的欢喜现前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欢喜，业障习气太重了，把我们的真心，就是清净心，完全障碍住了。试问问，我们什么时候清净心现前过？连晚上睡觉还要做梦。那就不是清净心。清净心里头没有妄念，怎么会做梦？
啊，于是乎我们明白，如果我们夜梦很多，夜梦很杂，有的时候从梦中惊醒，有这种情形，自己要深深忏悔，业障太重了。怎么办？念佛，念佛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，要真念啊，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业来办。我这一天不睡觉可以，不吃饭可以，不能不念佛。念佛念到什么时候？心开意切，得大自在，那叫功夫。功夫纯熟，往生有把握。海鲜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希望大家学他。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20岁出家，师父了不起，我们相信他师父菩萨再来，为什么看重他，传他一个法门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佛号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师父肯定他，他会成就，大成就，不是小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具足这三个条件。所以这一句佛号，他就念了92年，不间断的。他心里除了佛号之外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真听话，啊，可悟，小悟、大悟、大彻大悟。我们冷静地观察他老人家念佛功夫成片，顶多3年到5年他得到了，就是清净心现前，念佛的时候不杂妄想杂念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四依心不乱，我们相信顶多30岁他得到。啊，40岁得到大彻大悟，离业心不乱。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层次。他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早就成就啊，他也见过阿弥陀佛，见了很多次，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。佛告诉他，你修得不错，给修佛人做个好榜样，特别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，多住几年。所以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。到什么时候佛来接引他呢？大概是约定了，什么时候你拿到一本书，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》，唯有是那是，你看到这本书了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。所以他天天盼望，啊，没人送书给他，
为什么他不念书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，也没有参过一天禅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就是一句佛号，妙极了啊！念到这个这么高的层次，果然这本书三年前2015年1月有人真的带了一本书被他看到了，他问他什么书，说出来果然没错，他大欢喜啊！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这个书，要求别人给他照相，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，这第一次。三天之后他就走了，往生自在啊！往生的那一天还干一天活啊，整理他的菜园，他是农夫出身啊，对于这些种植很内行，一生开辟荒地100多亩，种粮食，种水果树，种菜，这就是他的工作，跟念佛不冲突。身体的工作，心里念佛啊，口念佛也可以。念到理业性，明心见性，理业性是明心见性的，见性成佛，这成就还得了啊！他有神通，六种神通都具足，只是不露给人看。啊，所以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榜样。这不是凡人的，而是一切世间稀有之人。若于圆教能生实性，圆觉圆修可谓圆人。圆人修行一天，可当常人修行一界，平常人修行一界也不如他修行一天。海鲜老和尚，我估计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40左右成功了。要讲往生的条件，他22、23岁就拿到了，佛就会得到往生。佛是要请他多住几年，给我们这些人做榜样。我们念佛人要感恩他，他给我们的信心，他给我们的榜样。让我们有个样板好依靠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